不要在我面前啦、啊！不是啊，你要把我刚才丢给你的东西给我啊，给我一组石头就可以了，我其他给你，煤炭，应该叫煤炭。哦，啊，喷枪啦！他叫我从楼梯下去。我你怎么不可能坐楼梯下去啊？哎、欸，你们知道我刚。我刚就亲眼看他从我眼前喷妆啊！喷妆啦！天哪！都是掉宝啦！天哪！哎，我们鹅卵石有多少啊？有要喷完鹅卵石哎、欸啊！我看烟烟的等级能突破十等就很厉害了。哎呦！他们现在要坐往下的楼梯，可是。坐不了，你会坐吗？你看，你会往下坐楼梯吗？看不到，到。哎、欸，你下去了！啊，有人掉下去了！谁？是我！看到有人掉下去。不是啊，我不是爱坐幸福的吗？幸福的派呀！哎、欸，结果有人刚才带那个剪刀材料又掉下去啊！对，靠，你这个才浪费。跟你讲，有时候会觉得后脑勺有点痛。等一下，这边有个洞，要勾到队友哈。我感觉那个如果盖太快，你好像就会出去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乌贼了。乌贼掉下去了！哎，等一下，上不来啊，爷爷！怎么了？为什么水不见了？完蛋了！不知道你要挖很整齐的树还是不整齐的树？怎么？发生什么事？我把那个水源盖掉了！哇，你我专业啊！我帮你倒桶水了，你可以赶快上来。好险，我有带水桶啊！直接把水收掉了，直接把水盖掉了。真的变了吗？这个队友实在太强大了。看吧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想到还是会笑哎、欸。什么啦？超神队友啊！是不用一直笑啦。我刚刚心里在想什么？对我表示好险！真是诚实的答案，别说啦。嗯，这样就好了。应该不会有特别跳上来吧？啊、受不了啊！受不了！我要盖那个字。很杀队友，很杀队友，太神啦！哦，不是啊，我左右键位按错。你可能每一个人都要嗨一下。我没有啦。你是被推下去吗？没有，我不想说。